我觉得一个城镇有魅力的地方，也要看它展现出多少它的本身的历史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，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又回来，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上面，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。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，我们以前就在这边。其实它变新了，但是呢，其实老味道还在。